端午佳节，粽叶飘香，喜欢的肖战哥哥又来放福利了，不仅有自己手绘的春生牌福粽，更是由工作室发布了一条长达7分钟的美食短视频，让看到他的人开心到冒泡，连着7分钟的哥哥，怎么看怎么帅，充满食欲的美食品鉴和赞不绝口的美食点评，妥妥的美食博主了。本次的诚实记录主要品尝的是海南的美食，有闻名天下的文昌鸡，有匪夷所思的鸡屎藤，还有让他赞不绝口好吃到合不拢的美食，让屏幕前的我都要流口水了。还没开始吃，桌前的战战已经被一桌美味吸引，看着美食两眼放光的他简直可爱到爆炸，在第一道蒜蓉蒸生蚝的诱惑下，战战食欲大增，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。第二道皮皮虾更是惊呼出声，看着工作人员熟练剥皮皮虾的时候满脸的震惊，直接看呆，目不转睛盯着看工作人员手上的动作，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，终于忍不住问出了自己的问题，你不会割手吗？随后，当工作人爆出鸡屎藤这道菜后，更是大脑当机，眉头紧锁，满脸写的拒绝，努力思考这道菜跟鸡屎到底有什么关系。尝了一口后更懵了，一副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的表情，看着令人捧腹大笑。最后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只能说我尊重这道菜，天，要被他可爱死了，虽然不喜欢但还是给了这道菜该有的体面，真是温柔又贴心的哥哥。让工作人员不可思议的是，对于大家不喜欢的老盐水肖战居然喝个不停，对他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，甚至还喝得很享受。当工作人员说一般人接受不了的时候，肖战满脸的不理解，仿佛在说，这么好喝的东西为什么会难以接受呢？那不可思议奶乎乎的模样，就算不好喝也不忍反驳他，只想大喊，好喝。非常好喝，接下来的这道菜更是从上桌开始就成为了战战的最爱，直接动手拿，从拿到手的那一刻赞赏就没停过，它就是肉粽。拿到手的那一刻，只是闻到味道就已经开心的不得了，当在粽子里发现了大块咸蛋黄以后，更是好吃到惊叫，表情管理直接出走，满脸都写着好吃，就连一贯话少的他都变得滔滔不绝，浓浓的分享欲挡也挡不住，吃过之后更是把这道菜列入了自己心中的第一名。视频中的肖战化身城市代言人，不仅介绍了海口的气候和自己对海口的感受，更是对海南的美食做了个详细的介绍，让我这个没去过海南的人都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期待，想去体会肖战口中赞不绝口的美食，想去吹一吹肖战吹过的海风。